不行，我不服输，兄弟们。我觉得我刚刚被大师教了这一波，我还有40多块钱的 Q 币，我不管了，我直接冲了，我要翻盘，我要赢回来。我现在已经学会了，我跟你说，必干他！我已经学会了，我现在是6连战神，我是6连战神，无敌！哈！哈！他们怎么这么多豆子啊？完了！完了！完了！这一把有2个90万。这把有2个90万怎么办？而且我还2个1坨，像这种情况下，大师一定会跟我说，像这种情况的话，你就不能断幺九了，因为你现在如果要断幺九的话，你需要打出4张牌，划不来。5条。然后我们看一下3家不要条条，哦豁，这一把直接回家。三家不要条条的情况下，我们3家的牌都是驼子和腕子。多半会把卡牌，所以说我们这一把要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胡胡的更加大一点呢？又不能断幺九的情况下，没有错，那就是3连克。现在我们只能把寄托到这个3连克上面，或者是这个3连克上面，看一下能不能摸到。一会儿我们就优先打9坨，因为9坨已经不会放炮，那不行，先不着急放吧。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打清一色了呀。头一桶。但是谁知道呢，一坨先碰出去，先优先打一个3万，没有任何的问题，没有任何的问题，3万。2万。好，来了个5坨，来了个5坨，再打一个4万。闷呀，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很自信，很自信。一位虽然打了2个给他们碰了，不过没有关系。等等，好，左边这一家要吃人了，现在我们万子绝对不打了。砰！不打。就脱。等我得想一下嘛。反正我们用大师今天讲过的话说，反正我们现在已经糊不了清一色了。所以说我们要杜绝打炮，知道不？我们这一把需要想的是少输点豆子。对，来了一个红中。直接打一个这个，胡一个6连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胡个6连也很大。第一拼哦，但是我们没有断19，我们就可能哦摸了一个5坨，5、6、7，8万，我这就是第一拼哦，没关系，很小，他贼小，直接给他，无所谓。七痛。2根，像这种情况的话，大师肯定会叫我打5坨，但是6位，但是 but 我觉得这一把我还有希望。7位，我其实应该没希望了，这一把我应该就直接打这个，但是还好，好在这个炮不是很大。但这5坨我们能碰吗？如果我们碰了的话，小鸟不是尬住。碰了之后了不能碰，这把碰了就没了。我要抽一个6连，完了，这8万是真不该打，刚刚就应该打这个5坨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但是我们现在肯定不能胡，因为这种一二被胡的话就很找死。等一个4坨好吧，来了个8坨，来了个8坨。来了个8坨，怎么说？直接开杠！3条，直接开杠了，这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很强？6、7、8，这什么牌啊？6、7、8，这现在怎么办了？打5坨了，打5坨，你看2、3、4、5、4、5、6，然后1、2、8，6连，兄弟们，我学会了，6连成了。放炮8倍，自摸16倍，是不是学会了？兄弟们，我是不是学会了？我现在是不是6连了？我是不是
红，快点吧，没毛病啊，我六连啊，我现在就六连啊。五尾，嘿嘿，第一拼哦。我没有四，但是我摸了四就是六连啊。摸了四朵不是六连吗？等等，是吧？是六连吧？我这个应该算是六连了吧？这不就跟那把银毛一样吗？是六连吧？三坨没毛病，还有四张四坨，可能三张四坨，应该还有一张吧。对面应该有，应该只有一对吧，应该没有，应该没有三张吧，你说对不对？我应该还有一张。花都谢了。嗯。五条多了。四六连，四六连吧。不行，我要问一下我八位，问一下，问一下刚刚大师。大师，我现在胡的是牙耶，四坨是不是六连呀？我这绝对是六连，不然的话没有这么大，没有八倍的，我连幺九都没断。可惜我没得胡，很烦。哇，真的三个四坨，做个人吧，你这个小老鼠，叫连六，哦，叫连六，不是六连，没关系，大家能听得懂就行了。但是我至少学会了呀，对不对？不行，我得听大师夸一夸我。大师，你还在吗？大师，这一把你觉得你是我有没有聪明？大师你还在吗？你刚看我这把的麻将，你有什么需要评价的吗？大师你夸夸我，我这连六是跟你学的啊。算我输了，向好友索要。小白，这不是小白。不好吧？哎呀，好不服气呀，兄弟们！真的很不服气，我感觉我打得超好的，我刚这一波，我这一波真的打得很好啊，我。大师不理我了，怎么办呀？